我是陈柏霖。体悟不一定是从生活的多彩多姿去感受的，对，我觉得是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。比如说小时候或以前，我会想要看很多书，看很多电影，看很多电视剧。可是其实说真的，到最后，我觉得感受活着的价值，远比就是你看了多少书来的更重要。其实我觉得我算是幸运的，就一路走来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参与不一样的制作，其实有时候还来不及去反映自己会是什么样子，就是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，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想要去认识所有不一样的人。到30岁开始慢慢的会觉得直觉非常重要，对，所以我知道每件事情都是要 plan， 要沟通很多，要深思熟虑这样子。可是我又不想要放掉那个最原始想要创作的本质。